今天约了我的美女姐妹们聚餐，由于是工作日，所以找了一家他们公司附近的餐厅。到啦，就是这家张杰烤肥牛。哇，他们在门口也摆了好多位置，而且基本坐满了。这个装修好有市井烟火气息啊，整个夜宵的氛围感拉满了。我们团了一个烤肥牛的套餐，这满满一大盆肥牛看起来也太豪横了。他们家还有免费的烤肉蘸料和饮品可以自取。接下来吃播要开始啦，今天我要化身田螺姑娘，让他们尝尝大厨的手艺。我们三个好久没有聚到一起了，必须要先干一杯庆祝一下。哇，他们家牛肉好新鲜啊，而且是厚切的，吃起来肉感十足。我这手上翻着面，嘴里吃着肉，两不耽误，效率妥妥的。有没有跟我一样超爱吃掌中宝的？咬起来嘎嘣脆还不费牙，这口感真的绝绝子啊。姐妹们的聚餐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，边吃边聊真的好开心啊。但是啊，今天吃到最后又是我独自一人在战斗，承担了光盘任务，果然没有一斤肉是白长的。那我们这会儿已经吃完出来啦，准备去逛会儿街了啊。这家店的味道真的非常不错啊，喜欢吃烤肥牛的朋友们可以来试一试哦。